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fan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那么我做这些视频的原因就是，我本来非常喜欢这首现在正在播的这首背景音乐叫I See Fire，那么是Hobbit 第二部 Desolation of Smaug 里面的那首被那个结尾曲，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。那么我前几天就在 YouTube 的时候随便看的时候，就好久没听过了，就看到这个歌的视频，那么就瞬间觉得，哎呀，我就应该拿这个作为一个标题来做个视频。那么它名字叫 I See Fire 嘛，那么当然是想到是瞬间想到是玩纯火队啊。那么我就思考了很久，那么究竟是要打十级还是在秀当上面打盲流菜？那么我再自己测试一下，纯火队实在非常难用，所以的话还是打蒙头菜好了，不想被虐。那么但是估计的话，输多赢少，也就是用这个队伍的话，我有两个纯火队，这个队伍的话，我试了一下，都好难好难用，真的非常难用火队。可能也是我水平不足了。那么我真的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。那么对面有个纯虫队，这么一个虫队，那么我们先得把钉子撒出来。那么话说的话，我一开始 Hobby 好像我也花了不少钱，三部曲去电影院看那个 Desolation of Smaug，我还是在那个叫啥来着？为什么是 Flipless？我还是在去看 IMAX 的，好贵啊！IMAX 我那里20多刀好像，贵得要死。那么但是还是还过得去的吧。对面肯定是围巾的，围巾的话，对面有可能会 CC，有可能会岩爆。我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换人类，这个的猴子还是得留一下的。那么的话，火钢的话，我不想直接送掉。我有可能吃下一发吗？但是我想出钉啊，算了，既然换都换了，CC，还是吃下了一发，那么速度比他快，我们可以直接过热。但是对面应该也知道的呀，这也可以，其实可以垫反的。好，那么有人延袭攻击的呀？没有，那么。其实我可以用 V 仔的直接强推，肯定死了，守不下了。那么很多人会说那个，这个 Hobbit 的三部曲完全不如那个，这个原来那个叫啥来着？另外那个三部曲，那个《指环王》的三部曲，那么我一开始也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说，但是，为什么这名字真搞笑啊！这边要十人了，烦呐，送，果然是 Edge，那么。Vicky，必须点 VC 才行。Under the trees I see fire, mountains too I see fire, mountain. Edge 的话，哎呀，麻烦的，恰好够伤害呀，是。我一不小心有可能会输给他的赫拉，哎，对面 miss 了，太好了。那么不让对面强化的话，问题就不太大。我们这场没有扫射钉子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好，EQ，那么非常好。再见。非常好听的这首歌。那么我现在其实我也认同说，那个 Hobbit 三部曲真的拍得非常的糟糕。
好的，那么，指环王三部曲那经典嘛，哇，成龙啊，啊，成龙啊，成龙不好打呀，这边多少分呢？梦之彩1310，成龙我这场怎么打呢？对面有可能是，这绝对是受地龙来的。D9，这场不是特别会打呀。447，298，我速度是比对面快，但是啊，打死。这应该是个 roll 来的，如果没搞错的话。这名字很好，这名字叫 CIA Invented Crack。哎呀，难道对面又是那种特别喜欢说话的人吗？今天我，对面会干嘛呢？对面有可能会直接砸龙星，那么我们可以把钉子扫出来。果然是龙星，钉子扫出来吧。不好打纯龙队，我没有什么兵系攻击，我今天才输给了一套一个纯龙队，好像就用这个纯火，哦，不是这个纯火吧？命运的，对面很有可能会恶波，其实，要么就换人，果然是恶波，我操，这么疼啊 ！CT 了，怪不得。那么对面地龙要上来了，好像办法不是特别多呀。要么对面上拉提，那么拉提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有不同人唱的这首歌也真的有不同的感觉啊。今天该怎么赢啊这场？主要问题是打不死拉提，我这个队伍的拉提matchup非常糟糕。对面难道是围巾的吗？为什么要这么上啊？难道你是围巾的呀？围巾的话你有什么可以打我呀？逆鳞，先把火钢送掉吧。Fusion Ball，主要是圣火吧。那么不是结束的技能也有可能会烧伤，这也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对面如果意外应该会，我觉得对面可能会上炎龙，实在办法不多呀。如果不烧的话，对面炎龙有可能是lum 的，那么 lum 的话我感觉没有麻烦了。烧了，对面不是 lum 的呀。那喷火龙应该没什么用。我靠，好疼啊！那么觉醒兵啊，主要是伤害不够啊。那么，如果能够把他杀的差不多的话，有可能会清场的。成龙真的不容易打啊！我这个火系，真的纯火队不是特别，应该是比较低的一个，是比较难用的一个属性来的。对面上拉里啊。我很想留一下这个东西，一番应该打不死的。Mega 哥哥，金刚，对面这么早出了 GG， 你有脑的吗？UT。The mountainside。
那么对面如果下场都上不来的，对面会雨期吗？嗯，好，还好没砸死。那么神速，嗯，拜拜。我不能让它强化起来。那么如果 SD， 那么我比它快，但我没什么对面。对面除非是压气 Berry 的，我不太认为对面有可能是。哎，不是压气 Berry 的，太好了。OK， 那么对面那么早输出的 GG 的话，还是被我击败了呀。哎 ，shit， 没问题 ，fake out 吧，没问题。真的打不疼啊，而且我没有 mark。当然的话我围巾是比他快，所以都问题不大。99% 105%。OK， 再次继续。OK， 那么回来对面是纯地面队，也不见得好打的一个队伍啊。如果我是对面的话，我觉得那个地龙首发的几率不是特别大。好，龙龙岩只能把钉子送给别人了对面选 RP 呀喷火龙还是很重要的Oh my god！ 那么的话有可能会冰飞不对哦对面为什么会冰飞啊，其实对面冰飞这个选择真的很诡异啊。再见Sash 的烧烧烧烧烧太好了，打不死啊，太好了，烧死真不错，这烧伤乘三，对面200，我比对面快吗？但是炎帝的作用还有吗？其实对付他的 hippo 好像不是特别好的，如果对面的话，有可能会，我已经大，不对，对面，我上火土那个火钢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会躲掉大地力躲掉。OK， 对面维新大地力，如果是对面的话，我自己会上啥呢？是 double 上我的火。OK， 那么把天气抢掉先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大火。你都往上来了，那么大伙把他都干掉。好的。这种火系的，这种一定要还 HO 才行，不然的话，像那个另外那队啊，另外那队更加平衡队伍，我觉得真的好难用啊。对面会是啥呢？对面是 Mega 地龙啊。Mega 地龙的话，对面有可能会岩本过来，送掉猴子吧。对面直接点的逆鳞那么逆鳞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，上绝冰。我倒比较希望对方能三回合逆鳞。别混乱，太好了。
还好，那么这榜基本就是拿下了，非常好。噔噔噔噔，送点谁呢？送火钢，火钢还是那个什么呢？送飞仔吧。哎，不对哦，其实送那个最好，没事用了已经。反正哎，但其实也差不多了。什么Zen 的话还是 V Create 呢？V Create 吧 ，Zen 380 V Create 没问题，直接 VC 吧。反正我们也是要送掉而已。那么上喷火龙。哎，不对，哎呀哎呀，我蠢了。那直接点大火吧。反正照样也差不多，直接点都是点大火就好了。其实 miss 的话怎么办呢？说真的，如果 miss 怎么办呢？还是得点，没什么太好的办法。好，那么这场也是拿下了我们继续吧。谢超，哎，朋友快点。难道我掉了吗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对面，吓死了！因为今晚网络真的一直都非常不稳定啊，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找到呀？哦，找到了。那么，哎，对纯钢，哎，没招牌可以。好，对面直接选择走人了。对面的玄星，对面你觉得对面是围巾什么呢？还是。什么手法好呢？喷吗？喷的作用的话，喷吧。对面也好可爱啊，对面 No 啊 shit 啊 shit 啊，对面200%有那个什么东西Stone Edge， 我靠，我好伤心啊。哎，然后打不死，哎，我真不知道打不死啊。没问题，对面的话换人类只能换玄星，那么选择让他的那个死掉。哎呀，我没有清钉子的，这有点麻烦，那我没有清钉子的，好一点，毕竟的话，好，那么打完这场再打一场就结束吧。啊。为什么我的 CPU 占有率又越高？这边是火没有 Mega 的，哇妈！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啊，对于他400多的速度，那么。我没烧伤的情况下，居然 CT 他了。OK， 那么 VC 把他带走就好了。其实刚才还是有点危险的，如果他rock polish 两次，就是我的圣火两不 CT 的话，连打两发还是有点危险的。那么这样就这样，那么最后一场吧。
又是一个 mono， 哎，不错，哈哈，又是一个 mono steel。Inside the mountain, I'm in the streets, I see fire, I'm out of the dark。 我们看一下钥匙是干嘛的，钥匙没有那个什么，对面有可能会 switch room。哎，还过得去的样子啊。哇，我一对都是那个什么的，我发现我一对都是那个，我操，这电马位真厉害。我不正，我对面会直接上火缸了。哎呀，还真他妈是直接换火缸，那样的话问题也不是特别大。好，那么电反一下，不是特别好打，对面那个电网位还是有点伤的呀，刚才因为让我不能有一个 matchup。 那么这时候对面会上什么东西呢？噔噔噔，Rachi 的话，这么上来的话肯定是围巾的，我感觉。他肯定想把我的噔噔噔噔，我这气腰重不重要呢？好像我这气球好像不是特别重要，我靠！尼玛，吸收全围巾，这怎么打呀？哎，好，我觉得气球破的有点晚了。我上营地啊，对面的话，其实对面火缸很重要的呀。如果我这里点圣火的话，对面就有东西要倒下的了。如果他换人的话，我们尝试把火缸干掉先。这有点危险了，这真的的确有点危险。那么我们得去，哎呀，这边选择换人，不高兴。是直接大火吧。
I see fire inside the mountains. I see fire. 这边处理的真挺不错的呀。这边选择赌我 miss， 但是我待会儿 miss 就带走。那么这个血量的火方貌似是吃不下 RB 弹的吧？哎呀，我被打脸了，吼叫！哎呀，吼叫！这非常非常的糟糕啊！因为我还想靠着他来赢的，但是他还有过热，主要是 VC 的命中率比较靠谱一点。哎呀，那边也上不来的了。Bolt Strike 吧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稍等，啊，又卡住了，这录像，对面 Mega 进化打落，好疼啊，哎，把我围巾打掉了，还不错，还是换回 IC Fire 才行。其实这把哇操，这猴子也够脆的，对面 BP 居然可以把我带走，我这绝对没想到的呀。我说啊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这录是录屏录久了呀，就开始卡的一逼了，这录屏。一般问题也不会这么严重的。哎，估计跟今天天气热有点关系吧，结果又把它带走，也不错。对面 X 个九是干嘛的呀？那么对面要岩崩的话，反正我是围巾的，应该比他快，没问题。哎，但是的话，哎呀，天，非常糟糕啊！我如果比那个我的这两只都比那个慢呢？如果他是围巾的话，我可能就跪了这场。还是得从那个电马围说起啊。那我没缺少了一个炮灰的问题。但其实如果那个刚才面对那个螳螂 BP 真的这么疼吗？我们来算一下，这边犹豫了很久，那么我很明显知道我现在那个又在卡，喂，朋友，你不要掉线好不好？哎，对面犹豫那么久，这是个好消息啊。对我来说，因为的话我就知道对面很有可能是不是那个什么东西的，对面 BP 可以打27%到32%，你这猴子也够脆的。这螳螂的，哎，这抵抗，当然抵抗不等于可以吃得多好，但是BP 毕竟是先制啊，然后对面选择了炮灰，那么非常好。那么我不觉得对面可以有能力把我三只干掉吧，
啊，对面选择了开始多人品，那么我们得看一下人品了。啊，对面选择了，哎呀，还是能 flinch 的呀。好，那么如果最后我们输给吉拉奇的话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呀。对面速度比我们快的，对面不可能是满速为金的。那么如果这一发能可以不 flinch 的话，还是有机会的呀。那么对面选择超本来，爱心搞机是什么？超本来的吧？对，超能系找60为例的。哎，对面还真不一定是围巾的，毕竟的话，等一下，吉拉奇，吸收全，他只是比我的那个，哎，对，对面还真不是围巾的呀。好吧，那么这就拿下了，我们也到达了1400分，还是不错的样子。这 HO 比我想象中要好啊，那么我甚至有可能拿到十级上去打一下。好吧，那么这场也就这样吧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么大家听了那么久音乐，还看了那么卡的视频那么久，那么辛苦大家了。好，那么我也去睡觉了，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